西元1930年，天文学家观测到太阳系边缘一颗模糊亮点，引用罗马神话中死神名字，冥王星从此被列为第九大行星。遥远、黑暗、神秘，是一般人对冥王星的印象。冥王星非常小，绕行太阳的轨道也反常。随着新天体被发现，它的地位也陷入了争议。2006年国际天文学会上，冥王星被从太阳系除名了。